三娘走了多长时间了？走了。我没跟你说话。走了一个月了。姐，姐，怎么了？不好了，村长这带人要往我们家植树呢。什么？快去看看。快走！你们干什么？干嘛呢？别忙了，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家给我栽起来？哎呀，菊红，没事。这种橘树老不见成效，所以我请了农机站的同志过来看了一下，他们说我们村种橘树不合适，现在上级正在研究新的经济作物，挖。哎，行了，走。哎，姐，挖。姐怎么了？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哎，麻子哥，最近没看见有才啊？他哪还有钱打麻将啊？说的也是。上次的事儿，要不是看在他堂客的份上，大家帮他平摊，我看他呀，早……有才啊！王成哥，咱说点事儿。上回我跟你说过那个，我表弟，你说你出钱，我出关系，没忘吧？没忘，怎么，可帮我了？哎，这不是家里揭不开锅了吗？那好，这回可不是五，我六，你四。哎，我说，你这可是乘人之危啊！你，没办法。好，那就这么办。谁让我人穷志短？我这就去要找我表弟。哎呀，有我。哟，表哥，您怎么来了？找你商量点事儿。哦，那咱俩喝两盅。好，来来，不瞒你说啊，我呀现在调到库房当库管了。哎，那是好事啊。那我再给你喝一个。来来，就祝你高升。哎呦，这个高升啊，就谈不上了，就是有点机会罢了。哎，这机会就是财富嘛，是吧？啊，对。你有吧？这表哥呢，本来是应该表示一下，啊，家里这情况你也知道，你表嫂她，哎，表哥，这一家人可不能说两家话呀。表嫂的事儿，想开一点。哎，不说这些了，活着的人还是要受罪嘛。我来呢，就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表哥，你有事儿，你就尽管开口啊。有你这话。我就放心了。嗯，来，喝酒。菊香，你怎么逃课啊？马上就要高考了。我知道，不过也没关系。你怎么了？我爹是不是让你带我进城啊？他也就是说说，我也就是听听，没当回事儿的。你成绩那么好，我们家的情况估计只能允许一个人考大学，但是这个人肯定不是我。菊香，
菊香，大晚上咋在这儿啊？你今天怎么没上晚自习啊？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啥问题？你喜欢我姐吗？你咋问这个呀？天不早了，快回去吧啊！那瓶擦脸油我没给我姐，我自己留下了。啊？哟，菊香都成大姑娘了啊，都知道打扮了。没事，你喜欢就用了吧，大不了回头再买。你就真的那么喜欢我姐吗？怎么了？我姐她有什么好的？她胆大妄为、冲动、鲁莽，她口口声声说什么都为了我们好，到头来把我娘都给害死了。菊香，这不能全怪你姐啊！你别说了，你们都向着我姐，我讨厌你们。哎，你看，吃真香。哎，慢着点，慢着点，别噎着啊！哼，看这吃相啊，挺像你的。嗯，嘿，你还别说，这批猪仔啊是不一样。嗯，哎，精神头不错，可惜太小了，不能杀了卖肉。你就知道杀了卖肉，你就不能动动脑子？啥意思？我最近发现啊，市场上特别缺小猪仔。而且价格特别好，哎，咱们这批猪，那是质量非常好，瘦肉量高，营养含量高，哎，口感极佳，肯定能卖好价钱。再说本地没有，这叫啥？这叫填补市场空缺，啊，哎呀，所以我就决定，就卖小猪仔。我怎么没想到啊？我笨得跟猪一样。你能不能不糟践猪？那猪的智商比你高。哦，对了，给钱。什么钱？哎，买小猪崽的钱呢？哦，对了，今天多少号来着？20号。20号，我跟人家订了一批这个猪篓子，要给人钱，你就一块给我吧。一共得多少钱啊？800。不行，我全身上下只有600块钱。哎，前段时间不是卖了猪肉了吗？那你有成本呢。成。还有。咱俩整天吃的喝的，那是西北风刮过来的。嘿，那完了，那小猪崽只有少买了，我得把那钱给人去结那猪篓子的。哎，结这个猪篓子，你想想，哎，现在这个猪仔正热卖、正赚钱的时候，哎，咱们要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无限的养猪事业上去，只有这样，咱们的事业才会不断的发展壮大。哎，那个猪篓钱嘛，等你回来，咱们把猪崽卖了以后再去结账，不是一样的吗？你这个猪篓，哎呀，大壮哥，我对你有点刮目相看呢。那还用说吗？把钱给他先。再数，再数也数不出多来。表哥。咱们咸鱼大翻身的机会要来了，真的？嗯。现在啊，有一单大生意，本小利大，你敢不敢接？我当然敢。这行吗？这怎么不行啊？你想不想赚大钱啊？你还想不想娶刘寡妇啊？那当然想，那我做梦都想。可是我就……哎呦，我是你表弟，难道我还能害你吗？放心吧，就是这个勾兑上有点小问题而已。你看，贴上这个标签，它不就可以了吗？现在啊。有很多人跟在我屁股后面求我，哼，我还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呢。我还能不相信你吗？我呀，就是怕万一这……你呀，就把这个心啊搁到肚子里啊，没有什么万一的。
好啊，是你。哎，是我。哎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你说话还算不算话？不不，哎呀，我真的是因为有急事儿。再说，这不就晚了一天吗？哎，说的轻巧，晚了一天，一天可是二十四小时，二十四小时就是1440分钟，一天就是1440分钟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个算数学的很好啊。哎呀，你看这外面下着雨呢，要不我们找个地方聊聊？走。哎，不，这猪啊，浑身都是宝啊！你看这猪毛可以做刷子，猪皮可以做皮鞋皮具，哎，这个猪的油呢可以做肥皂，猪肉那是好吃啊，猪肝补血，猪腰子补肾，猪骨头可以熬胶，哎，猪的粪便可以当这肥料。哎，这么说吧，这一头猪啊，它身上就没有一点东西是会浪费掉的。哼，还有啊，这猪可以用来当名字，你比如说，猪八戒，猪司令，哎，我觉得这猪司令就很适合你啊。我，你现在叫什么名字啊？朱丽叶。朱丽叶啊，这一听整个一女人的名字。他们有人这么说过，所以啊，你就应该叫朱司令。哎，你想这名字多适合你啊！你又喜欢猪，一说起猪来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呀。行了，你就是猪八戒的猪了，朱司令的猪，非你莫属。不是你不是在骂我吧？你这人怎么好赖话听不出来啊？我这是夸你呢，我怎么会是骂你呢？是吗？啊，哎，不过我打小跟猪就有缘，我特别喜欢猪。哎呦，我的梦想就是开一个大的现代化的养猪场。现代化的养猪场？对呀，啊，哎，那个种猪一定是英国的特洛克种猪，饲料一定是进口的加拿大饲料，那个猪舍得修得漂亮啊，里边得自来水接进去，暖气、冷气通通接进去啊。外边还得有这个游泳池，哎，游乐场。哟，那个猪舍最小都得40平米一个，每一个猪舍配一个兽医，穿上白大褂，慈眉善目那种，叫猪看着就高兴。哎，甭管你是谁，你想进去，对不起，就仨字儿，请消毒。这话我怎么听得那么耳熟啊？特像一病人说的话。哎。我觉得你这根本不像养猪场，整个一疗养院啊！对呀，就是让猪住进疗养院。你想想，在这种环境当中生长，它那个肉长出来能不好吃吗？行了，言归正传。嗯，啥言归正传？你少在这儿给我装糊涂啊！我告诉你，50个竹篓。我可都给你编好了，在我们家堆着呢。哎呀，你看，净说养猪场的事儿，把正事儿给忘了哈。50个竹篓，4块钱一个，那就是200块钱，除去你的定金20块钱，你要给我180块钱。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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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是啊是啊？什么时候提货？那过两天呗。不行，就明天，明天咱们两个人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不是，你看，我想跟你谈这个养猪场这个事儿啊。我不想提。不是，明天提货。我，哎，哎，不是，我想跟你谈合作的。这，骗子，骗子！忙活了半个多月，就赚回两只小猪崽儿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一会儿你俩进考场之后啊，那考题一定多看几遍再答。行了，你就别啰嗦了。行，那行，姐就送到这儿吧。你俩进考场，千万别紧张，好好考啊。走那儿去。嗯。Thank you.
菊香、秦丽，要是都考上了，我看你这学费怎么出啊？我也没办法呀，我问他要了半天，他实在是拿不出来了。他的钱啊，全部都买猪崽了。再说，这些竹篓，我都是按他的要求编的，拿到市场上也卖不出去啊。这不，他给了两只小猪崽，到时候也能卖钱啊。哎呀，我是谁也指望不上啊。看来，只有靠这批酒翻本了。再不行，菊香啊，还是得出去打工。不行，菊香得上大学。我也就能供得起一个了。你们这些败家子儿。行啊，你郝有才，啊，酒拉回来了也不通知我一声。我为啥要通知你？那好多人跟着我屁股后头，我都没卖给他们。我可告诉你啊，咱俩是合作，我还等着分红呢。要不这样，把酒拉到我店里，我来卖。合作不假，分红啊也不错，但这酒是我拉回来的，销路我也有了，就不麻烦你了啊。那总得在我店里放几瓶吧。哎呀，这次的货不是供不应求吗？搁在你那小店里卖得出去吗？下回吧，啊，下回。干嘛？我拿两瓶回去解解馋，可以吧？想喝是吧？啊，可以呀，按市价收。反正我不怕。嗯，这就对了嘛，你呀，就等着分钱吧，啊。好，我等着你的好消息。啊啊，回去吧，放心吧，啊。嘿，你都不知道，那可是星级宾馆，住一晚上百八十块呢。是，躲开躲开。我呀，月底就去要钱，哎，到时候。你跟我一块去啊！切，我才不去呢！这名不正言不顺的，我去算是干什么的？哎呀，你先别着急嘛，这咱这不是就要发财了吗？啊，这，哎，那可都是钱呐！瞧你乐的，哎呦，这都胡子拉碴的了！来来来，坐下，我给你刮刮胡子。嗯，好，好，坐坐坐。你刮胡子，别动，别动啊！嗯嗯嗯嗯嗯。我的妈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儿调情呢？啊？怎么了？车在外面等着呢，到现在，新娘子的头没盘，妆没化，迎新的队伍马上就要到了，快走啊！哎呦，我把这茬忘了。哎呀，走走走！哎哎，你们干嘛去？我的胡子！别提热闹了啊！来了，哎呀，别来了！哎呀，哎呦，大伙们！摸菊！来来，你看看我的，有我吗？找找找找找找，有我吗？有我，怎么能有我？幸好上了呀！有我，秦贝，秦贝，我知道我肯定没问题。我还没找到我，我考上吗？北京农业大学。有，我不相信。我仔细看看，哎呀，菊香，菊香。菊香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，谢谢谢谢，恭喜恭喜啊，谢谢了，好，里面请，恭喜恭喜，快多吃点啊，村长，哎，你那边安排的怎么样了？村长你就放心吧，亲家马上就到了。哎，你这边怎么样了？都好了都好了，这边没问题，烟酒茶鸡鸭鱼肉全齐了。好酒来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有才啊，来给我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
景飞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肯定是有人动手脚了。你怎么被农业大学给录取了？你赶紧去找陆生查一查去。没弄错。怎么没弄错？你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，你的分数也够啊。我第一志愿填的就是农业大学。你的志愿变了，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？也不跟我商量。我自己的事儿能做主，不用你管。行，你等着，我一会儿回来再找你算账。太可气了。菊香呢？不知道，出去了吧。乡亲们，今天是我儿子龙飞和张悦的婚礼，感谢大家来捧场。今天是我们大家大喜的日子，在这大喜的日子里面，我们首先要感谢党，感谢政府，感谢党的好政策。我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，好友才家的勤奋考上了大学，金榜题名，那可是我们山沟沟里飞出的金凤凰。人家有才家的儿子考上大学，可把你高兴的，有才还没你高兴呢。我知道今天大家特别高兴，有才啊在城里置办到高档白酒，拿酒来。哎，快快快，来了来了来了，给我们这桌上一瓶。对对对，再上一瓶，上一瓶。哎呀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先敬客人，先敬客人啊。快一点，快一点。有才，这酒可是你拿来的，怎么咱这个桌上也没有？你去拿一瓶。想喝自个儿去拿，实话告诉你们吧，这酒啊我还真喝不惯，我呀还是喜欢咱这自家的米酒。这自己的酒自己不喝，你的酒里是不是有毒啊？对啊，是有毒，你敢喝吗？来来来来，陆生，陆生，哎，不玩了，改天吧。哎，啥事儿啊？你咋到学校来了？陆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问你，勤奋的第一志愿不是清华大学吗？现在怎么变成农业大学了？是这样，他填志愿的时候呢，我问过他，征求过他的意见，可是他非要坚持这么写。哎呀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什么叫你没办法呀？啊，就算是你没办法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我来做他的工作呀？是，这事怪我，我是没告诉你。可是，不，那现在那有啥用吗？他已经报了吗？哎，陆生啊，你看，这样行不行？你再帮我想想办法，你跟你们校长、教委的人商量一下，能不能让他再改回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？没用了，这已经报上了。这不行不行，这事儿你一定得帮我，我求求你。我咋帮？都已经是这样了，我咋帮？那现在甭光是我了，就是我们校长啊，那教局局长他都改不过来了，板上钉钉了。真的板上钉钉了。别着急，你看这个清华虽然上不了，这农业大学也是好学校。我知道了，好歹农业大学也是大学啊。行，哎，那我问你，菊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在那个公告栏上没看见菊香的名字啊？她怎么会没有呢？学习那么好。菊香是这样，她自己放弃了，有几门功课，她压根就没进考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没进考场？娘，原谅女儿不孝，以后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来看你了。娘，对不起。瞒着我，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你也知道，我就这一个弟弟妹妹，学习好，这样他可怎么办呢？他怎么办呢？他没进考场，当时我也不知道。什么叫你不知道？你怎么不告我啊？你真是，你太过分了！你说我要他有什么用？你还是我男朋友吗？你太过分了！给我，我告诉你，不认识你了。
大喜的日子，哎，新娘子应该喝一杯吧？喝一杯，喝一杯，一定要喝一杯。对不起，他不会喝酒。这杯我代劳。哎，心疼了。农飞，少喝点儿。没事儿，自来酒不算什么。来，马上。贵叔，多吃点儿。行，大家吃好喝好。慢慢吃。贵叔，多吃点儿啊。来，大家慢慢喝，慢慢喝。你们过来喝酒。来。 麻子，喝酒，。哎，慢走啊，慢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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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好了啊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了啊。慢走啊。谢谢，谢谢。啊，喝多了点。 自从咱娘走了之后，你一直对我这样，姐会受不了的。你不是一直很强吗？你不是什么事都爱自己扛吗？ 你有什么受不了？我就是想问你，今天我去学校了，可那榜上咋没有你呢？你平时学习那么好，到底是咋回事啊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哎，我。龙飞，龙飞醒醒，龙飞！ 龙飞，醒醒，龙飞，龙飞，你怎么了？爸妈，出事了，快来呀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龙飞，龙飞，你怎么了？龙飞，好有才，出来，快出来！大婶，你先别着急。 咱们有话慢慢说啊，慢慢说。你好有才，你这个狗东西，老爷今天给你。龙飞，大婶，你别着急，咱有话好好说啊。今天你必须给大伙儿有个交代，那个酒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是不是在酒里下毒啊？为什么你们都没事？我儿子。 在医院生死不明，开药遇到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回事？不行吧，大婶，你们先着急了，怎么办呢？你们就是，我们家那口子也中毒了，不也是喝了你们家的毒酒吗？你们必须得有个交代。听我说，大婶，大哥大姐们，你们别着急，现在不是化验去了吗？如果化验结果出来，咱们再说好不好？不行，先冷静下来，你先为我交代。大婶，你放心吧。 如果那个酒啊真的是喝了我们家酒中毒了，这个责任我们肯定负。你们现在先回家等消息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你们必须出现一个交代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啊？干什么？你们咋的？你们要命了！救命啊！救命过来！诊断结果出来了，病人是由于工业酒精中毒而导致双目失明，也就是甲醇中毒。侯有才。
你有什么话说？我，村里面大大小小十几口全都中毒了，我们家龙飞他眼睛看不到了。怎么了？你快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好有才，我给你拼了！哎哎，别这样！哎，放手，放手！好了，放手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吵了，冷静！哎呀，乡亲们，冷静一点，听我说，这个事情出了，全是假酒造成的，但是出了事，你得担着。就是乡亲们，我已经报了警了，警察一会儿就到。事情已经搞清楚了，你父亲和牛五共同贩卖假酒，造成多人中毒，除负担刑事责任外，还要负担民事赔偿。牛五前几天在逃，现在已经抓获归案。这是法院的判决书，你看一下吧。中毒病人的全部医药费和赔偿费，一共是40000多。我还有点事，我走了。哎，秦芬，怎么不拿到后院去晒呀？我弄完了再拿过去。啊，拿个竹篓，我放猪草。不好了，二姐跑了。爹出事儿了，更坚定了我离开的决心。让秦芬好好上学。我到广州打工了，和小梅一起走了。不要担心我，也不用找我，娘已经不在了，我也年满18岁了，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。姐，你赢了。咱们是赶不上了，你二姐现在估计已经到重庆去赶火车了。这下你满意了？二姐可让你逼走了。秦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你自己知道。娘死了以后，你没发现二姐跟变了个人似的？那跟大姐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知道？反正二姐说了，大姐赢了。哎，我。秦丽，你说大姐是不是真的做错了什么？没有姐，你别听他们的。走。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。我不想上大学。麻子叔，下棋呢。哎呦，菊红，你怎么有空到叔这儿来了？叔，这不我上山打猪草，顺便给你也带了些。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吧？叔就赏你那点猪草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叔。您真是个爽快人，那我就不绕弯子了。叔，你过来。麻子叔，你也知道
我弟弟秦奋考上大学，这几天就要去大学了。我是想到您这儿来，凑点学费。凑学费？啊。你来的正好，我还正想到你家找你呢。你先看看这个吧。这可是我和你爸都按了手印的，分红的钱我不要了，我那1000块钱才本金呢。叔知道你们家困难，所以没像那些疯婆娘似的到你家逼债，可你倒好，还到我这儿来借，我不到你那儿要就算好的了。叔，你别这么说。平时你跟我爹走得最近了，所以我就想到你了，叔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帮我这个忙吧。真的没有。行，叔，既然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这张借条我认，我爹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大牢了？哎，昨天派出所的人还上我这儿来了解情况，明天我就上那儿跟他们汇报一下这个情况。菊红，你是不是吓唬你叔呢？我这咋是吓你呢？我这可是为你好，你自己看看，写的啥？合伙贩酒，5/5分红。他们只要看了这个，就认定你是同谋，还不判你个2-3年？深深的爱是心愿。